说云南是不会来听什么 O2O 的哈、嗯，还有什么公司治理的，我认为他一定是交了新男朋友，嗯、然后男朋友带他来、嗯，所以我那时候很那个，他叫我的时候，我就瞄手旁边说，哼，他一定是跟男生来的，嗯、对不对、嗯？不然他对这个不会感兴趣的。没有啊，你看我想这么多、嗯，没有啊，我还拜托人家说可以，因为你们那个是有对那个有名额，而且要交钱，对，要交钱，然后我拜托人家给我一张票，嗯。才去听的，嗯，对啊，了不起耶！男朋友跟谁跟男朋友约会去听这种 O to O 啊？我会耶，我就都做这种事的人呢、啊，就 You to me 就好了。我宁愿 O to O 也不要 You to me。那你请问你后来不是叫人家来谈勾引吗？然后结果呢？你学到什么？我刚打断你的话，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会看人。Yeah. 说看人什么意思？他说你要用眼睛。放射出你的对他的好感，让他有接到你的电波，所以呢，他用眼神释放给我，然后他说，记住穿过他的瞳孔，而且focus 在他的左眼。哦，又是左边。我说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现在只看你的左眼，怎么了？左边。对，他说左眼比较没有抵抗力。啊。有因为我告诉你，你如果两只眼睛盯人家两只眼睛，对对对，你会像白痴，而且我会凶，人家会觉得我怎么一直瞪着人家的眼睛。但是你两只眼睛只盯他一只眼睛的时候，他不会觉得你，他只觉得你专注。我现在是不需要男朋友，不然我好想试试哦。我也好想找人试一试啊。原来我以前都是这样失败的、啊。所以我觉得，你够了你，没有？那你看哈、哦，这个跟、这个跟我刚刚造型师讲的，你放足。别你的左边，也是一个逻辑，就是说、其实我看你的左眼，我还是 focus 在我的右边嘛，因为我们是右眼右手人嘛，所以左眼是我们的真正的漏洞所在。所以穿衣服学问大不大？是、好不好玩？蛮好玩。然后呢，我有一天我回去会清的。我有一天那个 Uniqlo 不是跟那个 Ines 合作一个法国一个品牌嘛？是，你知道他走南法风情，有点欧，就有点南法风情，对，他有点。欧式，但是那个欧式又是简约的。是、但是呢，他出了很多，你知道，讲到南法你就知道，出了很多亚麻的东西。是，我好开心呢，我还去抢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买了一件亚麻的外套，然后很得意跟他讲：“哎、你看，这我抢到了。”然后他就，他说：“你穿上。”然后呢，然后你自己照镜子。他说：“你不适合亚麻，你看出来了吗？”第一个，我刚刚跟戴如聊，我就说啊，戴如你都我不敢买亚麻，我穿起来都像披麻戴孝。我第一个，我们不是那种皮肤比较黑的，是是，然后个子高一点的， yeah, 我们个子都太小。Yeah. OK， 然后我一穿亚麻呢，我不仅忠实反映我的年龄，还有往上加三岁。当然 ，OK， 然后呢，那我的造型师是168公分，嗯哼，他说我穿给你看，嗯，他一穿，你知道吗？气势就出来，非常大，而且还比较黑。他们可以穿成像那种有没有？就是普罗旺斯风，对。但因为我们的个儿就不是普罗旺斯个儿、很奇怪，我一穿亚麻的料子、我整个就是暗淡呀，然后而且显得没有装修，对，整个人。他说，虞美人，你记住，这辈子你都不要碰亚麻，嗯。我说啊，他说啊什么？还有那么多可以穿的呀。Yeah. 然后他就把他自己的丝的衬衫给我，他说你的皮肤就是可以穿丝的，嗯，那个丝光呢会让它反黑，但是丝光在我身上是发亮。是。然后他就说，你知道我有，你不能穿亚麻，你还万谈，我多羡慕你的皮肤，是你可以穿最贵的材料，是他只能穿棉布。对，所以他丝的衬衫都送我。嗯，有些人不能穿丝光，不能穿丝的，因为那个丝光会让他反黑。是，对，所以呢，我就觉得哦，原来其实我干嘛一直要去买那个我不适合的？对，就不适合，就不要碰。他跟你叫 can k night 的丝，对，没有关系。那你就是这样就不能穿很多别的吗？太多可以选择的。是，所以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搞一个跟我们完全不适合的人，对不对？干脆放弃他，大家相忘于江湖。是，不要相濡以沫哈。是，相忘江湖就好。个性不好，但大家都有那恭维了。没有啊，所以这个过程里面，我得到，我其实从穿衣服里面，我也去得到很多启示。断舍离这件事情几乎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。对对，所以因为我重新整理的衣柜，我其实
我刚开始衣柜只剩三件衣服在飘，因为被丢光的时候，那个晚上我其实是很悲凉。你自己写说，我感伤的问自己，过去建立的这一切就跟这丢光的衣服一样，难道没有任何一点点东西都值得留下来吗？那你的答案，你对自己说的什么答案？我就转念啊，然后就是天哪，我怎么会沉浸在这样子的自怨自艾里面？是多少女人一辈子想要清空衣柜都没有机会，我现在有了这个机会，我在抱怨什么？所以天一亮我就去买衣服了。嗯，而且我听说你是专程，你是出国买衣服，而且带着一个造型师，决定把你所有过去都丢掉，是吗？我其实，但是你一直强调你买的也不贵，因为他一直告诉我，因为我当时在跟他拉锯的时候，丢我衣服的时候，我说你知道这件几万吗？对，然后他觉得很，他完全，你知道，我说这丢别的衣服都不会心疼。当然，他说不适合，他说他跟我一个观念，他说虞美人穿对比穿贵重要。对，所以呢，他就你看凯特王妃，他你知道吗？我有一件，就是曾经要当封面的这件，你知道这件是多少钱吗？哪一件？这件可以卸给爹吧？这件250，有一点。荷叶边250块，对，可是看穿起来你真的很像苏慧伦，这件250块，念大学的时候，对呀、啊，所以我也看过很多贵，然后他贵妇有钱全穿错了，对，然后他就，而且这个是在东区小店里面拍卖里面把它捞出来的，对，所以他说你不要迷信贵就是好，那我以前会觉得，哎，这这么贵耶，怎么会错，对不对？就这么帅耶，这一定会爱很久，没有。真的没有，其实穿对发现，穿对比穿贵重要，找到对的人比找到贵的人重要，是对的人，是找到对的人比嫁入豪门重要，那个东西脾性要跟你合，是啦，嫁豪门也可以去嫁啦，就有时候你刚好嫁到不适合的亚妈，这个扯掉了，有时候也不能嫁给平门了，就是这个亚妈，因为你也不适合、你会委屈自己，每天看起来像披麻戴孝啊，所以我这本其实有很多